是，今天介绍一部很高质素的1995年波子993C2 的开逢。那这个车卖点呢是一字牌宝，40000多公里。它呢你看下去又灰又蓝又绿，实质呢是绿绿地色，是湖水绿色的，很新净的，保持到油啊、个缝啊、个笼啊都很新净。个笼嗱，标板咧行咗40000多公里，收音机都仲喺度嘅，冷气冻，自动波系啦。咁后边有两个 dock seat 嘅，后边有两个 dock seat 嘅。咁后边有个尾翼，有个尾翼。你睇下，招呼下，后边有个尾翼嘅。这个尾翼呢好得意喎，好得意，后面有个比例灯咁样嘅，係呀。哇，个缝好新净，个缝好新净。这个咁嘅胶呢都好新净，有好多呢啲咁嘅开缝车后面呢都已经蒙晒睇唔到后面㗎啦。呢个用好清㗎喎，你睇我睇到后面有啲咩车。都不知道是不是翻新過定是本身都那么漂亮，好好奇嚟。看看個引擎倉先，啊，这里开個引擎倉，okay。 看看個 engine， 哇， engine 都很乾淨很乾爽，没有漏油。穿一穿車看看聽下。40000多公里都好好似真係40000多公里嘅車咁。
擺依邊嘅。而家新款嗰啲咧，擺依個位噶嘛，擺依啲位嘅全部。CD 嗰啲 ，MD 嗰啲，哇！錄音帶，真係有錄音帶喺度嘅，你睇，舊車主仲擺咗啲錄音帶喺度，正啊！